没有生育率，国家有办法去养吗？要求生育率，侯友宜前一天抛三点政见，喊出孕流停津贴拉高到全薪，生第三胎夫妻可获得百万补贴，其中30到40岁女性有薪台币20000元一次性冻卵补助，后续5年之间每年提供2000元保存费补助，最高补助30000元就被绿营揭露，侯市长根本不想做。在短短几天，侯友宜直接发了公文来否决我们的这项提案。那为什么到了9月份，他在担任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又可以了呢？议员秀公文内容曝光，几位市议员今年7月曾提案，要求新北市比照桃园、新竹研议冻卵以及 AMH 检测补助方案，但却遭市府以冻卵为侵入性医疗行为，对女性健康可能造成风险回绝，甚至还说把握适龄规划生育才是解决之道。少子化是国安危机，也是国安政策，当然是中央政府的权责。侯友宜参选总统提出相关的政见，合情合理。如果真的有心跟进，请立刻宣布全国实施。我们都给予肯定与支持，还必须要营造给女性想生跟敢生的环境。眼看对手抢先抛育儿政策，科办认为不得不看环境因素，恰好民众心里话，要敢生能养，养育配套也得加强。我觉得没什么帮忙，因为要生的那个要花费更多，容易跳票，常常执行上会有困难。其实国建署在今年4月就举行冻卵补助会议，当时考量冻卵可能延后生育决定，增加高龄怀孕风险，决定再延议，如今成了总统大选攻防话题，各端牛肉，民众就看谁的可行。 TVBS 刘立成、杨佩瑜台北采访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